你会等一个人这么久吗？若是真心，就算等上千年，也不过是虚语啊。你是什么时候才开始感受到孤独的呢？我看着这个凡人，他不知道自己这一生所面临的悲苦，只是昂着头和命运倔强。那时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孤独。这世上再伟大的事物都有一天会灭亡。你救他，那就是逆了天道，必遭天谴。仙凡相隔，命运各有定数。因为爱一个人是不会计较得失的，只要他好。以前是我不懂，总以为守护他便是爱，现在才明白，成全他才是爱。你有没有哪一次，就一次，特别想改变一个人的命运？